欢迎收睇医生本周新闻精选，两分钟同你睇晒今个星期热门科技话题。最近一名中国旅客被海关发现，他试图将112张《萨尔达传说王国》之类游戏卡收埋在鞋入面走私。一名男子经拱北口岸入境嗰阵，要前450条电脑记忆体 RAM， 形迹可疑，最后被海关截查拘捕。有消息指 ，Elon Musk 服用医学麻醉用途嘅 K 仔氯胺酮嚟治疗抑郁症。